助大家找回自信。这是一家美语机构呢，连续了10年举办青少年美语演说写作比赛，也让非常多的小孩不再害怕开口来说英文。这回呢，业者统计，10年来一共有17000多位的学生报名来参加过比赛，还有人呢连续参加了好多届，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英文演讲能力。而这样的活动，当然让孩子充满更多的自信。